Hello，大家好，我是小 D。当涉及投资时，我们常常面临选择投资股票还是投资 ETF 的问题。虽然每种投资方式都有其优势和风险，但有一些理由表明呢，投资 ETF 可能会比投资股票更有优势哦。但是呢，很多朋友会问，什么是 ETF 呢？ETF 代表交易所交易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 是一种投资工具，旨在跟踪特定市场指数、行业、商品、债券或其他资产。他们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就像股票一样。投资者呢，可以透过购买 ETF 的股票份额来获得与其所跟踪资产的相似回报。其实 ETF 的运作方式呢，类似于股票，但其投资策略有所不同。有两种主要类型的 ETF， 被动型和主动型。被动型 ETF 只在跟踪特定指数的表现，投资组合呢通常包含指数中的相应资产。主动型 ETF 呢，只由基金经理自己选择投资组合，以谋求超越市场的表现。那么，当你涉及投资决策时，到底是要投资 ETF 好呢，还是投资股票好呢？好，让我来这里为大家分析一下。投资 ETF 的长期收益是否会优于投资股票，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市场环境、所选的 ETF 股票、投资时间等。当然，有一些研究和数据支持了投资 ETF 的长期潜在优势。一项研究显示，被动型 ETF、Passive ETF 通常会在长期内实现与其所跟踪的指数相似的回报，这是因为被动型 ETF 的目标呢是跟踪市场指数的表现，而不是自己选择个别股票。这种策略呢，在长期内通常表现稳定，尤其是在费用低、市场指数表现强劲的情况下。根据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202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在2021年里，有大约 80% 的股票资金表现差于标普500指数，而且呢，这已经是连续第12个年头，大型成长型股票资金被标普500指数所打败。我们可以看看同一份报告的另外一份统计，统计显示呢，在3年的期限里， 80% 的股票基金表现差于标普500， 5年的期间呢，分别也不大， 81% 的股票基金呢差于标普500，10年期间呢，更是高达 93% 的基金表现差于标普500。20年这个数字呢，更是达到了 95%。这数据告诉我们呢，时间是拉得越长，股票基金欲打败标普500指数回抽率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其实是什么原因造成指数基金会比股票基金可以达至更高的回抽率呢？以下呢是一些可能的原因。一、更好的分散投资机会。 ETF 跟踪市场指数或行业，通过一次投资即可获得广泛的市场暴露，降低了投资组合过度集中的风险。二、灵活的交易。 ETF 的交易所上市交易，投资者可以在市场开放时随时买卖，而股票呢可能受到交易所闭市时间的限制。三、低交易成本。 ETF 呢通常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因为他们的管理费用呢和交易费用相对较少。以下数据说明了指数基金的交易费用呢在过去30年里一直呈下降的趋势。第四、透明度和可追踪性。 ETF 经常披露其持仓情况，投资者呢可以随时了解其持有的资产组合，增加了投资的透明度。完了，需要注意的是，股票投资呢仍然可以带来更高的回报，尤其是在某些个别股票获得显著增长的情况下，股票投资的回报权益呢其实是更高，但伴随着更大的风险呢和波动性。 ETF 投资呢通常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呢，也可能会降低回报的潜力。最终呢，投资策略应该是根据你的投资目标、风险承受能力和时间来确定。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呢，包括股票和 ETF， 可能有助于平衡回报和风险。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呢，应该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并谨慎地进行研究和咨询，以做出适合自己的情况的选择。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喜欢今天视频的朋友呢，请点赞、留言和关注哦。我会做更多类型的视频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一起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好吧，我们一起加油，下期再见，拜拜。